板底清洁加板底预热的一款产品，它的熨斗温度呢是110度，这款产品呢能给我们的板底一个良好的预热基础，把板底材料完全打开，为我们下一步做打底蜡留下一个良好的开始。在使用 RO21 之前呢，我们要把板子做一个清洁，用干净的抹布。给板子一个干净的基础，然后再用铜刷把板底里面的脏东西给它去除出来。还是跟以往一样，我们要把板子的固定器保护一下，省得蜡浸入到那个固定器里面。R21的熨斗温度是110度，特点呢就是给板底一个预热加那个板底清洁，所以呢我们不用像等底蜡那样等，要等一会儿 R21 就打完了以后，你看它干了马上可以把它去除掉。刮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给它做一个清洁，稍微深度一点。我们选的呢是，尼龙刷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呢，R21处理完了以后的板底，通过配合尼龙刷，会把板底的纹路，很清晰的打开，还有一个那个对板底的一个预热的基础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要选用 R21 比那个冲蜡剂要多一个对板底的预热功能。